Never thought I'd be so far from home. Never thought a love could grow so cold. Never thought we had to run through burning fire. Never thought I had to miss you and I. Good morning.要是崭新那一天，今天来记录一下我们人生第一次拍 MV。嗯，其实我不是。哦，你不是？嗯，我已经有拍过 MV 了。真的假的？但是我不好意思说我拍的是什么 MV。跑龙套那种吗？不是哦，是从头到尾都是我。真的吗？怎么可能？应该有五六年了。五六年前找得到吗？现在的作品还在网上吗？给你猜一个男歌手。有年纪的男歌手，有年纪的男歌手很难的，你这样得罪很多人的，你不要害我。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哎，这范围很小，你不要害我。等一下我讲了一个年纪不是很大，结果你说他有年纪，他年纪真的很大，相信我，他年纪很大。谁？这给提示太明显。他有一首超级无敌的那个著名的，嗯，轰井涛，陈雷啊，陈雷不错啊，啊，你是女主角。我其实应该不是，我就是女二旁边的鱼，女三主角是还是大哥，是演人吗？是人，我是人，我是人。Hello， 可能会演一些不一样的。好，妈妈现在要去梳化了。今天主要是拍一下，我们可能有时间，因为今天比较忙一点，因为今天我们要拍臭宝贝的 MV， 所以我们可能会大部分时间都在专注在拍 MV 上面。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说拍一下花絮，毕竟是人生第一次、嗯、啊，他不是啊，所以稍微记录一下，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大概拍 MV 是什么感觉？这样，今天我们应该是会画一个比较素一点的，因为我们要生活干净漂亮，所以可能不会是那种很浮夸的。但是妈妈可能习惯比较浮夸一点，我假睫毛啊，本身就是一个浮夸的人。弟弟要画吧，弟弟要不要先画一下？不用画啊，随便画都随便。天生丽质，前面拍照用美肌，我还会过曝。他还会过曝，就是为了配合他，所以才化妆。是为了配合我，所以他过曝。今天很多人在我们家，我们这次还是选择在家里面拍，因为我们想要拍出一种就跟我们平常不要离太远的感觉，让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我们的生活。因为毕竟这首歌呢还是写关于我们带小孩的一些心路历程，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比较融入那个情境。如果换一个场地的话，我们觉得好像会让大家有点跳出来的感觉，所以这一次还是觉得就是在大家最习惯的环境拍。今天很多人，对不对？家庭很不一样哦，各司其职当中。我们刚刚已经拍完第一颗了，我们第一颗呢是一个空景，然后我想要检验出我们家的一个氛围啊，然后还有一些他们有做一些简单的装饰声音。所以一般拍 MV 的现场都会放音乐吗？对，通常会，因为就是会先让表演者就是会先知道那个情境，一起入戏这样子。那你们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就是我觉得给小朋友的话，我觉得蛮不错。可是这首歌不是给小朋友的，就是不是，我是说就是对小朋友的那个感觉，大人给小朋友听。那你们觉得会不会歌红人不红？歌红人不红是不是唱的问题？应该不会啦，不会啦。那你们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觉得洗脑吗？会有旋律在脑海中？第一次还好，可是就是其实听多次之后会越来越习惯这个。我也是，对，觉得他是听越多次你会越真的，那个旋律会很重的。我也是听了至少二十遍之后才发现，对，就是后面越听越有感觉。我们现在要拍吃饭这一卡，弟弟已经自己做好了，OK。弟弟，因为你最后在那嘛，对不对？等一下拍吃饭看哦。对啊，要过去。可以哈。要，对。最近你是主角哦，你知道怎么演吗？你有看过脚本？我跟你讲，等一下就这样，先这样，然后那样那样。你就负责打扮就对了，做自己。这一颗镜头我们主要是要拍我们平常就是吃饭的时候，小朋友就会很不专心吃饭，然后他就做自己。看得出来。对。会把东西用的到处都是啊，甚至打翻什么的。你等一下就做自己啊，啊，然后妈妈就会有点生气，加不耐烦。你也是做自己，对，我刚刚也是讲这样讲。期待你的表现哦，好不好？结果听说刚才弟弟没有吓到，吓到的是口弟。
啊，我突然间骂人的时候吓到的是口音。有不好的回忆出现。对，有不好的回忆出现。嗯，开了，快起来。完灯。快起来。这很开心。这就是妈妈的戏。你现在揣摩什么？无奈、关心、放不下。靠你了，金马奖影后。我可以走中。现在这段呢，主要是拍的就是我们平常在喂小朋友吃饭，然后他可能会很不听话，然后跟我们想的很不一样的时候，就妈妈就会生气骂人，然后刚才他已经甩头走掉了，可是甩头走掉之后呢，又发现啊，其实有点放不下，所以他现在又回来默默的关心，这样就是担心爸爸搞砸了这一切。原来是因为这样，不是关心小孩子，乱录片头。嗨 ，Hello。你的结束了，不好意思哦。Never thought I had to miss you and I. Life changes as we know it. 这个片场完全无违和，跟我们家平常乱的程度差不多。我们现在要拍的这卡呢，是要来整理玩具，有一种玩具总动员的 feel， 我很喜欢。因为玩具熊都是迪士尼的，我们快要杀青今天的部分了。对，我遇到一个瓶颈了。怎么了？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们先要拍一个，就是给十年后的儿子们的一些话，这样子。我不知道，我可能等一下临时发挥，我也没有准备。先边做，然后边吃，然后我们先去外面弄。OK。对对对。辛苦了。对。辛苦了。那就这样喽。耶，成功。第一天杀青。现在是下午的5:20，算顺利吗？蛮顺的。有点delay啦，我们原本要抓4:30的样子。真的啊，对，但是至少该拍的都有拍到。对，但我觉得最棒的是他们两兄弟今天的份都有拍完。嗯，最重要的是真的想要的画面都有抓到。对， 对，不然到时候还要再补拍，那就很辛苦。对，真的很辛苦。今天听那么多次副歌，随便唱个两句吧。不要了，唱有唱吗？只是不会唱。哒哒哒哒哒，一起。歌词有点，歌词要记。可以，会很可以啊，可以。一起很重要。我觉得我喜欢最后一句。最后一句是什么？最后一句是“我爱你胜过我爱自己”。哦，我觉得这句真的写的好伟大。我真的很喜欢最后一句。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最后一句就哇，如果我爸爸妈妈送我这首歌，我真的。会很感动，很感动哇！对，希望十年后的他们看到不会鸡皮疙瘩，就是那个时期，就是有点叛逆期。对他那时候应该看着啊，有点鸡皮疙瘩。什么？对，可是在十年，对，在20岁的时候，20岁就不一样了。等到他自己可能结婚生子之后再回来看，他一定会超级感动。对，他一定会超级感动。他会记得你们这些叔叔阿伯。对，当天来吵了我们家两天。现在都记录下来了。好了，就明天见了。明天见。Another week, another day, another hour since you went away, and so cliche, you didn't say goodbye. I've been waiting for so long, still debating what went wrong. All by myself, you pulled away, you couldn't see what we were.你昨天有没有魔音传脑的感觉？我昨天啊，回去之后有稍微魔音传脑。你知道魔音传脑这个形容词是不好的，不是魔音传脑，是余音绕梁。嗨，今天是我们拍摄 MV 的第二天。今天呢，主要是一些户外场景。原本啊，早上看今天真的非常的热，32度、33度。好像我们下午出来的时候，太阳有收起来一点点，然后也不至于到没有光，谢谢。所以就可以比较舒适的环境拍啦。然后两兄弟今天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好哦。我们现在在拍那种就是教他学脚踏车的画面。哥哥，好玩吗？刚骑脚踏车。我也觉得，我刚刚有教你骑，对不对？妈妈在打球打起来。美术姐姐们在帮我们布置野餐的东西，等一下会来拍这一卡。美术姐姐是你耶，我看几次是哦，是我，对，是美术姐姐。这篮子好眼熟哦，我们上次有拍过一次。是假的？
对，我们拍那个野餐的时候。在家野餐。哎、欸，我说你可以。我有偷看。哇哦，有做功课，有做功课。现在是下午的快四点半，今天也算蛮顺利的哦，第二天。对，感谢这两个小家伙有点配合，是蛮配合的。我们就在玩乐当中拍完了这次的 MV， 还不错，还不错。但今天真的是有够热，热到爆。但现在没有太阳，我们已经很感激了。至少没有太阳直射啦，就是有点闷闷热热，然后在河边风还算大。成功了，大清，第一次拍 MV， 好玩，拍完了。有没有跟你想的不一样？没有啊，差不多，反正就是把我们想好的分镜什么拍完，对，但是比我想象的顺利很多，顺利很多。我真的是很感谢这两天那个两个儿子的配合。好在前几天我刚刚一直洗脑，就说我们要拍 MV 哦，那我要请你跟我一起吃饭，跟我一起玩游戏，然后我可能也会对你生气，啊你不要当真哦。好，啊你可以不要对我生气吗？好，我对弟弟生气，所以我就对弟弟生气了。有感觉，这次真的感觉哥哥长大了。对，哥哥真的是有听到了。主要是因为我们平常就是不会勉强他们要拍什么，所以要拍这种 MV 的话就会比较紧张，因为有些镜头是想要拍到的，然后要引导他，但也是学习到蛮多的，对，蛮好玩的。我觉得是跟他们又一个不一样的回忆。对，我觉得，而且这次真的是哥哥有个很明显的不一样，是哥哥虽然累了，可是哥哥都不要，可是哥哥还是在。状态内，对，他没有真的一下子就爆炸，他知道今天要来拍，可是他现在真的很累，他有清楚的，然后用身体行动来表达这件事情，就是透过玩啊什么的去引导他，这样觉得一百分成功了，对呀、啊，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这次的作品了，然后如果还没有看到的朋友呢，可以再去看一下，赶快看哦，一定很棒，这是我们的处女作，好，来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次的拍摄团队，我们的阿渊哥每次都协助我们拍摄。从那个生日派对什么的都是他拍的，从托底拍到现在哦。还有微雨，感谢。然后这次的影片也是微雨会剪这样子，所以如果大家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去底下留言。开玩笑的，一定很棒。然后还有我们的利友哥，利友哥算统筹吗？制片，哇，大大制片。没有，制片是片场里面最大的。也没有，负责被骂的。所以要很耐骂才可以当制片。脸皮要厚哦，脸皮要厚。那你可以。然后我就没关系，就给他骂吧。对啊，力友很棒，他们也很拍了很多其他人的广告什么的。这次很相信他们可以帮我们拍很棒的 MV。然后还有我们的梅素姐姐，谢谢你们，可以入镜吗？糟糕，好，这次用很漂亮，大家看到把我们家变得焕然一新的感觉，都是梅素姐姐弄的。好啦，那我们成功拍完我们第一次的 MV 了。Yeah.这次拍完已经开始在想下次了，因为我们这次是比较 emotion 的，就是比较情感类的，下次就拍一个比较幼幼台的。哦，那简单，像主题曲那种。对，我刚刚看到阿渊一直在瞄我们，因为他不想拍这种。你 是不想拍这种？没有。好，你就说你要拍哪一种。他就想说，哦，又是小孩。没有，真的。日本是不是？日本也可以拍那种啊。我们可以去环球。好。对，环球的欢乐。去迪士尼好不好？可以，迪士尼也可以。我们两个都去。东京迪士尼。OK， 那就靠微雨了。微雨捡到这次中的话。中了，去哪想去哪就去哪，好不好？飞哪就飞哪，没有压力啊，微雨，没事的。好了，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影片，记得订阅、分享、按赞哦。下个影片再见啦，拜拜。Set the weather. Every cloud, every rain. You're above and beyond. Oh, every tune.